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受从今日。 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教众尊，皈依大摩，利乐众尊，皈依正教，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教众尊，皈依大摩。 二月中尊，皈依正客，诸种。中尊。阿舍列尊念我弟子妙音，诸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两教中尊，皈依达摩，二月中尊，皈依正客，诸种。中尊。请看大经可注。 诶，七八六十一页，七百六十一页，都上第五行啊，这是第六段，然、啊、后、就是啊、都是第六句，眼睛、脸、丁、簪花、小香，这里面有讲了。 两行代志，今咱今仔日讲的是事迹片的总情，啥事呢？真波啊，真光棍，容易啊来这做啊，同、啊、欢不改，这个是牵挂物，不颠呢。 嘛是庄严道场，你国内，而让公主高一来，名山不差啦，大道场诶正殿，一个偏殿。 拢挂满着东方不改，蹛七间内面有讲啊，即下摩尼佛在世时阵有报道起。 这是就会在过期数，过去捌做过一个长环，我伫个一个皮薄丝滑的踏上，一种恭敬勇勇。 你现在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四川这个所在，每种头有天天都会看到。那在空压当中，看到这个轮环。 英雄有甲咱讲啊，伊讲从昔以来，九十一劫，即、這个时间真长，九十一劫，天上人中，上有大凡，福音吉祥，就好快乐。 这是讲，养护诶果报啊！你养护，如今这多诶有缘众生来供养你，你呀、啊，得到啊福报啊，就好啊快乐。 咱阁看下面，以后出街伫罗汉古，以后了一出街咯，后罗汉古，连。甲现在边啊加一个黑列連,连，共款诶意思，就是连休、顶价、顶级啊。 顶黑啊，这马来西亚的前境佛诶。呢？《十经功德经》经是佛说，这个经上佛告下礼佛，也有人有佛大庙。 诸行常静，火啊、用佛像、菩萨像、罗汉像、梁天护法像，有啊供养这会行像的所在，太妙啊！你先供养过，有人伫遐里点灯。 小香也有我同款。即个下面总共一句，李叔贤上情李先强永过。 红旗叮名，这个经故拢有标法的意思。那一集小典故，亦所有多年记意，红旗一明。 微照一道一街，即就是讲伊个灯真细无大，光嘛真弱，即、这个人照到一个楼梯、一条、一个巷啊，就是讲因水啊，伊这个福报真大，够大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福、啊、叫做下利弗，无此福德，唯是一切声闻因各所念可知。为何如来乃念第一呀？ 现在，咱爹一般时表来面看到啊真多，拢是来修学，是毋是真正系得呢？伊那是啊。 起作用咯，真正得福；伊未起作用，有福啊，小福报啊，这个好书啊，那么按做则会得到大福报，哎、啊、知样？所有啊供养故，拢也是标法。 啊！有人看到这啊，强固，一看我了，这个腹部就大了。啊，强丁，包括辣椒、左右丁，乃至黑贝，代表现什么呢？ 练修家己，照亮别人别人在即地看到即个灯，可怜大我。按、嗯、做人，在一生当中，要亲近佛菩萨，共款做出一生奉献。啥人？ 连小家己，照两百人的好多啊！菩萨啦、啊，罗汉啦，这系人拢嘛是舍己为人，特别是菩萨，表要这类烦。那小香嘛是安尼，香嘛是。 连烧家己照亮别人，但是香有烟。那这个烟是信号，哦，南凡夫跟佛菩萨咱建立这个信号，咱那的连香，即、这个是啊干。 菩萨迄边看着都用，感应都高啊！做这个意思啊。强固内面呢，有些根本的强固，袂当少诶。啊，无相反啊，不改应呢。 水也未当照，用一杯水，最好是用玻璃杯，为什看较清楚啊？呀，用水表什么意思？表啊，或者这个心，亲像水共款诶，清气、清净。 所以啊，水代表清净心，代表平等心。水也无破浪，平等。清净平等心是甚么心？真心吗、啊？大菩提心。用水是这意思啊，毋是要佛啉诶。 我无需要，只要佛师互咱逐家来看呀。咱看着即杯水，马上回光返照，我心有清净无？我诶心嘛有平定无？就即意思。所以，學佛堂内面诶佛像、菩萨像。 佛法心相，所有一切设施供养，拢总拢是标法。你还知影何标法？你伫遐坐一人恭恭敬敬坐一念，代行佛法就固足了。有理有事，有。有 啊，仙无恶，无因无果啊，有干无用拢苦著了，一句话都免讲。啊，小香，用火啊，你即个四季莲花开啊，桂花是因，桂完了后结果啊。 为代表因果，现在有真侪人，无有意就看到伊学会晓，伊去讲，伊毋知意思啊。只是知影讲，我功夫修好，有一点么好不啊？ 马伟霆真正伫咧，福怖、嗯，所以呢，好话无人说，水滴无人盖啊！世间诶聪明智慧伊毋知啊。 啊，所以总共一句，即系供养句啊，拢就要用真诚心、恭敬心去供养。啊，表达的意思一定要知样？时时刻刻来提醒咱家己，这是佛陀教育。 啊！有做教育呢，起心动念，言父作作，点点滴滴，拢嘛是帮助啊家己啊，帮助众生，不被开悟，你靠得落？下面讲咯，散花，散播。 青花啊，伊供养佛呀。佛说，来对都有讲啊，三花甲，花开清净，妙色妙香，赞主佛刹，妙有花开，祝贺来周，是果下界中以花为净土。 见色文香，诸鬼神等咸知，犹如本会色相国，唯诸鬼神以化之色相，当无分别啦、啊。各咸知呀，你看鬼呀、啊，这说明。 一切化从心上起，我心清净，我心尊贤。我看着花香，欢喜。我看着这花香，为什么呢？花是净土。 进入世界，会当讲无长记啊！天上无花，清净大地啊！净土当中无比殊胜的净土啊！ 啊，鬼神无福报啊！做作诶，罪孽孽障深重，看着花，伊鼻着迄个味就真歹鼻了。毋是讲花，真正是变味啊！是即个啊，這个鬼神鼻着啦。 毋是芳味，人都有病呀、啊。这啊，咱都爱知样？得到你几经，我六四宝种，一种花散阿弥陀佛。 不上旧家，第、啊、十种诶功德，第四宝将著是定咧讲诶四种，即个男种女著、就是比丘、比丘尼，再个优婆色优婆夷，这著是讲迄个四种弟子，那用佛。 散阿弥陀佛，阿汉团佛告，散花较久，种花拢是规矩插落去的，唔是甲这個花瓣拍开散花。南团佛告，散花较醉。 南台湾佛教，你去寺庙里底去，著会有人送一盘花板，一班一班拍归的花板。互里，你去供佛，供佛诶时阵嘛，毋是一班送去边仔诶，也去边仔诶，啊，散花。供养阿弥陀佛啦。 不管有生净土、上酒家，或者是啊战俘记啊，得到、啊啊、十种的功德第一呢，就花善心啊，捧花永拥护菩萨。 第二咧，灵意发善心；第一咧，就是自发善心；第二，令伊发善心；第三咧，诸天欢喜啊！这是啊，好发心。第四咧，自心端正，六根固着，没有啊损害呀。就、啊、是讲。 六军是干你啊，必须心意，这叫做六军啊。六军苦作咧，都是讲你的身体健康。我家苏啊星。行 变成菩提，这个我何来对有这解释啊？这是死了后，是无菩提中，特别是念佛的，这同、个、学求生极乐世界。 耶稣世界是不对啊，点点咧散会共用。哎，滴掉这个古布，那遮咧来生生世世，信悟中国及贵信众生，这个中国是啊，公益啊，来生经上讲，中国是有大神啊。 佛法的所在也叫做中国。实实在在，伫这地球上，真正有大型佛法的，确实就是咱中国。这个两千年来，大乘教不一，这个宗派，那有非常可观。 何去诶，的成就？那今仔日世界上诶佛教是三大系，中国是汉传诶，抑有藏传诶，南传诶，南传诶，都是小型，藏传诶密宗，啊，真正大型伫中国。 结贵姓重兴，大城内面最稀有、最难得的，是诗、一佛文化，不时变得极下兴中。

平安，你咱讲诶平民无身份诶，印度四线阶级非常诶不平等，穷困诶人为生伫即里底，即都是啊点福咯。 是假的。姓转轮王，王属天下，王属天下是金轮，金轮王转轮姓王有四种，最管的就是金轮王。第二是云轮王，第三是当轮王。 第四，是就是铁轮王、金轮王统辖的是一术天下。金轮王一术天下，然后就是讲，这是一个太阳所照的。 用咱现在话来讲，就是太阳系。伊诶领土偌大咧？整个太阳系都是伊诶领土。金轮圣王诶领土啊，叫做就是一统天下。人间啊，好不？ 最大咧，周文王，毋是一个国家领袖，是整、這个太阳系，即个太阳系是一贯诶。明天福布来宾，应该福布最悬诶咯，国起去迄是天多啦，即、這个抑个是人多。 或者咧，生生世世相得难分。啊，女诶身份无共。伊啊起用那是无共查某人。 会心因呐，大波没心因呐，可是男女之节啊，都冇讲咯。夫妇结合，男女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养家。 所以用家外口啊，女子诶责任是教下一代，责任无共。啊，即两种人诶身份呢，哪一种人最重要呢？最重要是妇孺啊，为什么？ 母乳若是讲警告，做母亲的责任。伊的乳乳是圣人，是贤人，啊是君子咯。圣贤君子是母亲教出来，有一个好嘅老母，自然会教伊啊。对细汉，老母就做好榜样，互伊看。老母对。 噶五轮，五常思维不得做出来，和这囡仔来看，母亲伟大啊！啊，无好诶，母亲著无好诶下一代，无好诶下一代，即、這个家族衰咯，著会变咯。 所以，中国古代时阵教育教查甫囡仔，是啊，比教查甫囡仔佫较严格，佫较重要。为什么？伊负责任真大，国家民族有前途无？也可伊啊！现在无咯。 现在这世界乱了，社会乱了，家庭嘛乱了，国嘛乱了，世界嘛乱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啊？那把圣贤的教诲给单调了。那、啊、今他的确实，我都无了，合不合，住不住。 跟不跟行不行呢、啊？非常的苦逼。啊！啊，咱来这世间，中国古城讲得真好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啊。 国家诶兴衰，今仔日交通便利，资讯发达，地球真正像一个圈，任何所在发生一点仔代志，全世界人拢会知影。所以啊，咱咧讲社会安全。 地球的形衰会当讲地球的性别，伊是生存，也是灭亡。地球上的居民，每一个人都嘛有责任。 但住伫即地球上，甲地球上所有一切诶生物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即、这个生命共同体著是地球啊！地球对对位来，对咱心向善诶，咱心向那是先，地球著会变甲真好，非常可爱。 若咱心存不善，即、这个地球就变个毋好咯，互地球诶人生活真痛苦，做罪业。所以啊，经常都甲咱讲。 的男性肩负起社会责任，教者呢？这是美德和国啊！七步华雄，结下湖 行阿比不低，这是啊，多罗尼一来对讲的的人心。 闻佛法，信净土，愿往生。南极星，极乐后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七宝莲会结下福泽，阿弥陀佛，阿诸圣众来接引你往生。三教四方结了世界，都成阿毗跋提。 啊、呃！咱这经常翻译诶，阿维沃蒂是刚个代志，翻译是无共。阿维沃蒂是什么呢？我很慢证着三种诶不退转的菩萨，对嘞，为不退。 证得阿罗汉，为了不提，个提性呢，仍不提菩萨；绝对未提起到修行。第三个念不退，念念拢啊，是趋向无上菩提，就是成佛啦。 这三种不退转，你拢总得着，这叫发心大殊啊！是，以，叫了世界是不种染土，叫了世界真正特殊。 幻想升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人极乐世界有四套三倍九品，啊，每一套的内面都冇三倍九品，修证的功夫无同款。 但是太不拢同款，这个太古不是讲家己修得，是、這個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愿加持和你嘅，和你讲，圣公是反省。 当基础啊，和平往生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了后，就会发现到你的智慧、你的神通、你的独立，差不多跟阿弥陀佛是相等的，这不得了了，这叫做阿唯越低喽。 啊，地会完完全显示出来咯。其他佛国土都无啊！其他佛国土一定得爱阿弥陀佛菩萨才会得着你毋是发心菩萨，啊，你无啊？但是叫做世界无共，凡成当基础内底诶天人。 智慧心通道力，拢嘛甲发生菩萨平等啊！只有啊，叫做世界有诶啊，其他拢无。这来知影？真正知影真明白？啊，你祖祖连连，会甲其他诶浓重个放下。 做什么专修静业啊？我什么拢无爱，我就是要阿弥陀佛，我就是要爱极个世界。啊，即、这个所在诶众生对我赞叹，我要空咧心内。 这个所在众生诽谤我,我，我嘛袂放喺心内，我空喺心内只有一件代志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即、这个世界彻底诶放下，什么时阵放下呢？现在都放下。 一心做净土，这的、个、身体啊，伫这世间要劳用，你从什么报福温啊，报众啊？安、啊、那报呢？甲阿弥陀佛叫了世界介绍何意啊？就是报温、啊，阿、啊、是报业温，嘛是报福温。 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欢喜啊！阿弥陀佛欢喜啊！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拢生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去创什么？去做阿弥陀佛菩萨啦、啊！这是阿弥陀佛的宏愿呐！那个阿弥陀佛动心。 东德、东关、东行，阿弥陀佛，普度一切众生。咱伫地区，马做这件代志啊，代表阿弥陀佛普度这个地区诶众生。 一,一切随缘，随缘，欢欢喜喜。还有利种性诶代志，应该爱做。引导大众归向啊，阿弥陀佛。 安得丢喽！下面第十，十者，生二鸟都罗三藐三菩提，则无七部宿住者相，放大光明。 无阿弥陀佛，定无有异呀、啊！多多你一经，我说咧。一心一意想阿弥陀佛。 一心一意，咱甲阿弥陀佛的教诲，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啊，表演出来啊。啊，善根深厚人，伊看到都会跟我；啊，啊，善根薄人，伊都不会跟我。 但是嘛，正贤君啊，阿尼啊，小来对正贤君，伊家己毋知影。那、啊、所以这句话，王先告给了世界，你啊拄多啊搞著是啊。 毋是讲去遐都要修行偌侪时间啊，毋是安尼，只要那到地，甲阿弥陀见面，对，即到阿弥陀的加持啊，对，感觉到甲阿弥陀是相呼应啦，无虾米无共款，智非真神咯，精通道力嘛是真神。 张妈嘛是真行咯，都就行嘛是真行咯。我等啊，无去啊。要去要按怎咧？这个所在得下清期。人骹踏能只船啊？ 袂当对两个门入去啊！伊门深入，我定成就，还显老的想跟咱做榜样。伊毋捌字，无读书，诛一生毋捌看书，嘛毋捌听过一摆诶讲演。 一摆都无听个，伊、哎、啊，都、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九十二年，二二在的恶佛著念佛号，一八十二香声，整整念了九十二年，一句煞一句，无丢失去啊！ 你念成功咯，念个什么功夫呢？我看着一路上下功德，听真侪爹爹甲伊斗阵的人，讲到这里老和尚的这个啊，行仪。 互我感觉着即、这个老和尚，伊念佛的功夫，早就到甲离心不乱啦。离心不乱什么境界啊？大天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伊啊较有即个境界，是真的是啊，唔是假啊。 啊，东条出一个简中出一个六组，毋捌字啊，无读书啊。啊，今来咱净土中啊，啊都这些毋捌字啊，无读过书诶，还显老诶，像啊，因两个净土拢嘛是当顶诶阶级。 他、啊、六祖大师明心见性啊，海贤老和尚嘛是明心见性，因两个是共一个等级的。你若是要问我，因念佛，什么时阵得着啊？你一心不乱呢？我推断。 大概伫咧四十岁左右，你都丢掉了。哪丢着啊？你一心不乱呢？下当定定去叫做世界观光旅游咯。定定会去看到阿弥陀佛。 这是真的是、啊，毋是假。伊也是真正想往生，点点想往生。阿弥都毋唔出去啊！甲伊讲你收了，未歹啊？收甲真好，伫这世间几多大几年啊？甲念佛的人做一个榜样，甲学佛的人做一个榜样。 所以，伊啊四十岁以后，迄、那个做世间，是啊，暗暝陀佛好意啊，伊是来表法的啊，是来做模样，互咱看的啊，咱爱看有，来心生欢喜啊！哎呀，如花泡茶啊，努力奋进啊，毋通去弄饿。 海显老诶，兄弟头前在行，咱伫后面跟伊啊。咱是一条龙，是一条路啊，无一个未成就诶。啊。 啊！小香，小香以为强用，王生要进来对讲，水力、万物，花香、香菇，虽然家己诶能力财力物力，啊，有即个能力。 尽量去采这個好花、好胖的花，无这能力，普通的花胖咪会盈利。关键啊，是在这心啊，真诚心强用，恭敬心强用，功德就真大啦。虽然有强用。 心性无成是无感应，整这的重要啊！过去啊，张国藩先生伫咧书房诶内面，伊啊对即个成理啊下一个定义。 什么叫成。伊诶定义就是啊，是一念不生为一行。啊，佛法讲诶是同款，一念不生。 什么意念不生？你六根接触了顶境界，咱见色、你闻声、鼻嗅香、舌尝味，真地个觉触，第二人意识是分别的意念不生啊！咱见色看个真清楚。 有起心动念么？无啊！耳腔麻无，皮胖麻无，若棍啊接触这六尘的这个境界呢，一念不生。有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知，不执着，这叫做行。这个行福加叫什物呢？福加叫啊诸性本定。 慧能大师开悟时阵讲五句话，第四句：“好基自性本无动摇，自性就是真心，从来无振动过，从来无有败过。啊！”啊，咱无论讲用什么款法门方法，门、嗯、都无关系。 哎，知影讲大兴交内面，拢做拢嘛是咧修定，方法无共款，但是这功夫的成就咧拢是共款，道理嘛是共款，完全共款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阁下咯。

所以咱就爱用最权呢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权呢也做未到，不得研究基础。菩萨咧，菩萨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个叫呃修行，这个功夫。 刚复的六根接,接触六点，相继观察。六根接触六点，其心动念分别执着拢妆拢嘛有，即叫六道凡夫。既然是六道凡夫，你啊，分别啊，执着的内底，也有善恶。 如果孙个顺善无恶是天道，顺恶啊不善无间地格啊，他先恶混杂，变作啊六道轮回啊，喊千之万语。

六道在家己的心内啊，就是看你的心安怎动，当歪了么恶道，当正了么善道啊，每当出了六轮回，偌久了无量劫了，生生世世，你进来对的滚念啊。 啊、还佫要做无？做的人真侪啊！一般的人当中，无咧做啊，可能一耳就揣无，哪嘛咧做啊？ 那有功夫无？功夫就是跳会出来，跳出来，还贴地放下，放下是功夫啊！放下喽，你一会看破，你搁再读书，以前看无诶所在，现在拢看有 有明白咯，这个进步，这是好现象啊！搁再努力，毋难海带，毋通只有眼前的境界。 还努力向上提升啊！咱过来看下面。 念老姑回说来对意思，伊讲：绿林小米香，米啊是上好诶香。无论处他方，论是港内，诶，即有蘑菇一啊，拢嘛糟去咯。为什么伊不爱品这款芳。 我离开咯，妖魔鬼怪都嘛是什么之类嘅。福神欢喜寿，寿仙必成就。福神欢喜呀、啊，欢喜这个胖米，你烧这个香真香，你来咯。 啊，小朋友爱会激励，家己爱有好心，好心肝都有干。小好友，家己心内无好心啊，无好诶念头。 那什么是好心？噶谈钱志明而已我将不先来管。 转让过来都、就是好心，好心不贪，不嗔不痴，无恶办无怀疑。那中国古圣先贤，佛教阿弥陀来中国，古圣先贤都教人无想。 啊，我想都是善恶的标准，想都是永远不变，恭敬不变，十方不变。第一个是仁啊，仁爱啊，凡是仁，皆属爱。第二个是义。 二是顺利，齐心同力，言乎足措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叫义啊。第三是利，利就是人跟人交往的规矩啊。 你这啊，讲究准备过下，家庭、社会做这路特殊。未乱啊。你若无天下大乱？下面是地呀，即个地。 即现在咱讲诶理智，理智诶反面著是感情，毋通感情用事。爱用啊，理智来考量，最后一个是信，讲信用，爱收信用，仁义礼智信。 阿卡夫加讲诶五戒完全同款：人不杀生，二也不偷盗，三也不杀人，四呢不饮酒，五呢不蒙语。中国古圣先贤所立诶。 这五条诶规律，个人一定要遵守。甲互何诶我解，根本大概完全拢共款。你敢会当讲中国古圣先贤，毋是讲佛再来诶呢？ 中国人真爱杏林，伊著对杏仁心，樱花地这一片诶大地里，印度人啊，真介意佛菩萨，伊著用佛菩萨诶身份樱花，有时咱著会去联想到啊，即、这个世界上无同诶地区，无同诶宗教。 这个宗教的这个发起的人，最早的从起的人，罗马是佛菩萨应化。那宗教会当团结袂会啊？为什么会当？这个啊，这尊佛变坏啦。 你家看每一即个宗教，拢嘛是有概率，啊，佛家的，我介是先做比较呢，拢通啊。每一即个宗教拢嘛讲，佛法讲较深，讲较宽。 啊，所以啊，你甲佛经读透咯，你搁看所谓宗教，你著会知影，讲一个人现在大家有问号之间，互相竞争。 老马认为家己诶宗教独大啊，家己诶神独大、啊，诶，毋信你其他错了啊。咱那读佛经诶人，看儒家诶经典，看道家经典，特别容易体会啊，而且体会个相当深入。 啊，比因家己体会,会，诶更较高明，可更较严朴啊！所以，小香用静心，小香。 在最近这个时代，确确实实，就是我，我遇到，咱啊，福门恭喜完成这一了，车来了，给你带来真侪麻烦呐、啊，真侪困惑。 安怎呢？即家人烧香啊！那若会当地诶，房景诶，内底咧，呢？佛寺一张佛像，用酒相甲翕落来，佛伫诶房景诶，内底。对？ 早暗伫房间内底念佛，未妨碍你诶厝内人。厝内人无信佛，伊啊未反对。为什么你念佛伊毋知影？用即方法，护啊，佛菩萨欢喜啊！要无过一快完礼咯。

释迦牟尼佛出世所在，那是啊，真正遥远的呀，也向着这個方向，烧香礼拜，香烟、地气、佛经下感应啊。 释迦牟尼佛出世时阵，中国是周朝的时代，周朝国家也无统一、啊、所以长江、黄河流域这片的大地上。 有偌侪国家呢？迄、那個、国家著是部落啊，有八百外个啊，叫八百诸侯小国啊，大国呢，就是九十多个国，就领土有偌大呢，方圆一百里。 一下咯，一江下通该塞一林啦，对早到岸边一百里咯，迄、那个边界顶面着塞一林咯，大国啊，小国二三十里呢，实在讲，著、就是咱现在一个战争，一个战争咧，也、啊、著、就是一个国家。 啊，为虾米称周朝呢？周帝国、帝国上盖好，人民都非常安乐，拢啊非常欢喜。所以，这小诸侯、诸侯国拢来向周学习，称周为天子。即、这个天子呢，是诸侯对周王诶啊恭敬。 尊伊啊为天主，咱大家来向伊学习吧。啊，所以周这个朝代有八百年，八百年啊无统一。中国统一啊是秦始皇，但是啊秦始皇十五年就亡国。这样暴力啊，暴力是人的不福。 说罗来是汉汉真正统一，政治统一咯。啊，钱会当讲是文化统一，文化统一，车啊同轨啊，书啊同文，文理也统一。每一个国家拢有伊国家英语。 但是写字，书面写字，大家拢共款，拢总用小篆、用篆书，所以啊，书写就是文化统一咯。这咧、个，一国就是啊，这小、个、国，包括十里咯。 那、啊、对这国家去搞些国家，有几十里路，有几百里路，一百外里。迄、那个香烟啊，如白琉璃魂，要火七顶啊，化作金台，故如,如。 观佛经说，即里对生乐啦。你看啊，那天何罗国王用调食下摩尼佛出世的个所在，来啊烧香，来啊作礼，香烟真正是到佛的正界。 亲像白琉璃魂啊，阿骨疗佛七杂七顶七七杂化作金台，故如观复金说感应，什么力量有遮大诶？这个感应呢？真诚心。 啊！咱现在讲真诚心，逐个听起来非常的兴奋啊。对真诚心无概念，为什么呢？伊从来都无用过真诚心。真诚心是什款呢？我讲者最简单诶，无贪心，几万二迄著是真诚心。 有贪嗔痴慢疑嘅，都毋是真称心,心。卖蛋公有起心动念嘅，都唔是真称心,心。起心动念嘅是阿赖耶，妄心嘛、啊。咱会当讲啊，对，出事落来，甚至还佫伫即个母亲怀胎内面，还未生出来咧。 拢总拢是阿赖耶，那一直到现在也阁是阿赖耶，二佛无离开阿赖耶，所以虽然二佛佛内底讲甚物拢毋知影，但来我倒转来看，因讲大师安怎教咱呢？ 一份真诚得到一份的修行，十分的真诚得到十分的修行，百分真诚啊，你得到百分的修行，你得到偌多呢？佛法啊，甲个性先天的啊教诲，拢伫诶，真诚心，啊无真诚心，著、就是啊这话不逐工啊。 你个面前，你嘛虾米拢学袂着？为什么？格面高啊？你无讲，好无办法用啊！我住在世间，爱在啊，你讲起说法。 是心无意，三业护足噶、啊。哪讲是考核呢？伊所讲的，伊在生活当中拢做到，你来也看，没要听伊讲话，拢看明白了，开我了。 啊，所以说法会让人开悟，不说买单，何人开悟？啊，一古一动，那么单何人开悟？会向你的人开悟了，未向你的人呢，功课多，嘛是未当开悟啊。 这是咱袂当讲毋知影的啊。啊，所以中国，唐朝、宋业以后，逐家啊毋学小成咯，无法是大成。

为大众的古今大德，出现未少啊！讲经教行，宏传大法，世世代代拢有人，无错啊！ 如果都大退休型啦，现在咱咧麻烦的多伊咧，如都也无咩学，小生嘛无咩学，大型的基础啊，佫无咯。如咱读书赶快，无小学基础，无中学基础，就去读大学，读偌侪年，读几十年啦、啊，如读如好多。 智慧也无开啊！啊，有处知影讲，基础是袂当讲，无会啊！哪有迄、那、啰、個、无根的树啊？咧，哪有迄、那、啰、個？ 无父母诶，囡仔咧，咱军诶教育太重要咯。中国人诶，军真个真好。古早时阵无即个家庭啊，无咧重视教育。 为什么希望子弟有成就，将来会改变家庭的环境，扩大家庭的门脉啊？也要做中几点读书啊。 俺姑讲的话不错，万把改下篇，唯有读书哥啊，免你囡仔读书啊。阿斌哥以来，阮受嘅苦难，你唔知影。

我是你出事的,、啊、的，啊！实际上呢，阮方的势力还搁真大。我什么意思？你们俩进了中国发动战争？ 一个战争拍八年啊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日本投降了。正是阮呐、啊，在军教育的时阵，当咱的社会无机会读书啊，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无有解。我 OK 抗战期间，十一岁战争爆发。到战争结束啊，战争结束，我二十岁了。二十,十到二十岁，上课年龄，学习的这个时阵，我无机会读书啊，打咧，逃难。 啊，军鼓你诶时阵机关枪诶声音我是听着，迄个拍战呢，无机会读书。 所以我只有初中毕业，高中读半年，解放战争爆发，我离开大陆，来到台湾。 啊！伫台湾待了三十年，然后呢，嘛是有这机会就去列国，啊，一直都无一个安定的基源读书啊。 这是我食着无这机缘读书诶痛苦啊！所以现在爱读书诶人，真正肯读书，我都会甲帮助。我互你安定的一个工作环境，提供图书，你想要安怎读拢好，你望你的成才啊！ 我来做佛法，我这些无人好奇，所以无什么成就。如果有人好奇，肯定會有成就的。啊，在二大 我无背景，无人帮助我，我较关你一个人。出机了后，我从个大师学了三年，我李变那老技师学了十年。 这是个别教学啊，无学历，奥勒都落啊。老师跟我，假使克莫尼的豆腐红 这下坡，我拢读过，我拢真欢喜啊！这一孙一生无见道场，成就遐尔多弟子，现在啊见道场，未当成就人。 这来都有大道理啊，我卖讲破，你慢慢去想。人若是无食苦，人若是无谦虚，人若无老实，世说说说话拢嘛未讲有成就诶。 啊，经常所讲的这些感应呢，佛经讲的啊，是，佛菩萨讲的，绝对不是假，不是在骗人。现在人真爱怀疑啊，看到这个神威，哎啊当做神威啊消失来看，所以得不着利益。下面。 有大日经所法，这是个密宗的经典。大你如来，这里都有一句话在讲：小休息啊，便知法界义。如天书王开户时。 香气逆风顺风，自然遍布啊！菩提香叶密啊！随一一功德即为慧慧所分，下托风所吹，随彼愿力自在流转，破分一切国外修行。佛说：兼论修行之事立。 自处敬心，就向这件代志，就向这个道理，为什么向向从自一处敬心？哎，一般人毋知啊，这段也说句诶。 来伫经所来对讲诶，小香也是遍地花开。啊，咱来问讲，咱伫遮小七祖香，叫做世界阿弥陀佛，有偏着无？有啊。若叫做世界。 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拢总拢偏掉了。<noise> 这代志、啊、这个道理、啊、我这里讲了，意啊，听明白。 现代梁祝的哈家，甲咱讲，化解是真的也是假呢？是真呢啊！我拉多,多，大利不归小利不累。 你都会都体现前呢。现在看阿伽甲人讲，所以时间、空间是假啊，唔是真呢。时间、空间是对待你分别执着来对变现出来。 那空间嘞，的分别执着无咯，空间时间也都无咯。啊，无空间呢，就是无孤立。假如世界伫倒位，都伫即带啊。阿弥陀伫倒位呢，也都伫即带啊。边际法界无大小。 伊米顶内面，有经过虚空发解啊！这是啊，真的啊，这个不是假。画家发现叫做专业相片。 一看同学有人听讲过，这张诶相片，伊也是用特殊诶方法来翕的啊。翕在了后，就用相片的改拆开，拆做碎片啊，随便捡倒一片，粘一片。 更第一呢设备诶，仪器诶内面一片呢，用啊一束光一个照，看着几张诶相片，即叫做转摄。说明什么？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每一个碎片。 啊，你家天天看卖，拢总拢嘛是几百个，无适合欠款，拢伫内底。所以，我哋经常有甲人讲，伊微店内面有大千世界，这真是真啊，毋是假。啊，大千世界距离偌远咧？用天文数字来讲。 要离开一个微尘啊！科学证明，我讲的是真话啊！所以小香啊，哪会讲未变质法界呢？真正啊！我甲你讲，起一念头嘛，变质法界道理是共款的。我起一善念，变质法界。

啊！佛菩萨阿罗汉拢嘛知影，咱会当瞒啥人啊？会当欺骗啥人啊？袂当你啊！唔通唔知影、啊，人啊唔通做亏心事啊！ 能唔能去骗人啊？一切啊，该从真实心中做，这是对的啊，每一个讲话人，拢嘛是安尼。 毋通啊，为难家己；毋通为难别人。善心善行，对你有一定诶好处啊。下面啊，就顾着你，如同天数这天数王。 无固定诶，最多一个著、就是大樟树。大树真侪，即树木内底，丛林内底，即种树啊真大，著会当称伊为树王。即、这个树毋是人间诶，伫天上，那是天树王咯。开花诶时阵，花有真正芳啊，芳气。 一方顺风，拢中拢辩驳；哎，都是四面啊，八风了。现在讲十风，上下下风；四面十风，主连辩驳。 是菩提心里面现出来。啊，若迄支香是标法诶，无论用什么香，我烧即组香用大菩提心，即组香香都是菩提香，所以一夜功德，即为回黑所还。 菩提是智慧啊，下脱方所车，随彼愿力自在而转，破分一切，变化界虚空界，拢种拢有。毋通啊，用分别；毋通啊，用执着。分别执着，即、這个苦啊，就真衰咯。无分别啊，无执。 钓啊，范围啊都会大咯。换一句会讲，即、这个香薰诶范围啊，啊都真大，是随你诶心，你诶心有偌大，这个香，你这个面积，伊都偌大。 啊，所以就叫做小香。然后看下面第七段，第八段，以此回向，完成毕国头前有讲了六种，回向发愿之根要，即个第七。 由上培养新文章，了作注释。主干略：主教宗主，看人发愿记，主教大师。伊老大人有一首记，看人发愿。一首记讲：世界无性缘。 不得新净土，为得人天福，福尽修轮回啊！这话真话啊，解释甲真好。对，给落世界信心啊，不足。嘛毋是真正想要完胜啊，给落世界咧。 这个新官有问题啊！伊都未当生净土啊！这一生当中，甲净土是无缘啊！但至于收到的，这、就是人天福报啊！福香甜咯！

钱中不适宜的，进化观、进化界，我甲大家啊一个是我 A 啊科目，咱 我家己修，我劝大家嘛爱修一个简单用易记。第一个科目正业三好，好记啊！只有三条，第一条事故，好用护表，红书书章，诸心不散，修十善业。 临天福报啊！啊，第二条，修此三规，故叫众戒不犯为宜。修圣戒啊！啊，咱修了三规五戒，三密六仪啊，真好啊！ 三第三福大行发菩提心，大行来对最重要就是发菩提心，坚信因果，都向大行灌进评价， 即个十一句咧啊，头前啊拢嘛是为家己诶。只有最后一句是啊，法愿度众生，劝进行者，咱诸多一定要想着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上解后，甲咱修学嘅方法，甲伊讲，我会成就，你嘛，会成就。 这是正业三好，第一条是咱二佛的理论的巩固啊，信行的依固啊。第二要好，佛家,家团的团体生活，四个人做伙，不能出给在给。 修六好经，就叫做经团，都让天前神心修好，啊，未好，未好，要么鬼怪就会来了，天心就走去了。所以六合经团啊，重要。过来就是啊，三合，该定会三合，我相信，应该得定 因定开慧，啊！菩萨了波罗蜜，波斯世界，临六精进、禅定、发智啊！过来诶，普贤菩萨习惯，都是恶窟，都会因你咯。即是咱修诶概论。 你啊，持这个戒律，信观念佛，决定往生啊！所以呢，如是国行持，千中不失一啦。有回所法，回向往生者，如向祖先回向，这必作啊成因。若不回向，即。 不造声因，声因也是声记录世界，因著是声录世界诶。真因。是甚物？回向是真因，不回向无这个因，也一定有强烈诶愿望，求生净土，该现回向法愿之啊，不可少呀！啊，逐刚回向，早暗回向。 啊，做按功德啊，拢甲回向；做按课诵啊，嘛甲回向。希望家己的福好不中断，心念啊不敢断。啊，心内有心，咪咧心内都是有信，有了世界。 信阿弥陀佛，也有信，有愿，我定得信。啊，福好，念愈多啊，愈好。啊，咱啊，袂各人去竞争，咱念佛，下片下 都搞了，我是满意了。但是啊，好好念家愈做愈好，啊，伊的功德会帮助咱提升品味。咱无希望讲，我要甲人争争品味，品味是自然向上升。为什么？你好好念真多啊。 因为当年的事情咯，因那的时间到了，咱都要学习到这里